方太太，那水龙头漏水漏得超严重的，我已经用了。你今天不是要来修这个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上个月就跟你说过那个水龙头坏了。这看起来还可以用啊。今天是要跟你讲，下个月的房租涨三千。这个房间涨三千，连水龙头都是坏的。那明年还可以用啊。我看你包成这个样子哦，说不定是你自己弄坏的。别再住那烂房子了，我们结婚吧。